各位善知识，大佛顶首楞严经第十卷经文现在讲到，这就是适应禅净模式的总名之后，详辩详细说明适应实境的情况。所以这个科判呢，详辩下面实境它没有再细分科，就是顺着经文，因为经文自己本身呢，它就一二三四次序很分明地都有标示出来。阿难当知，是善男子，穷诸行空，一世凡缘，一灭生灭，而以极灭精妙为缘，能令己身根各活开，亦以十方诸类通觉，觉知通闻，能入圆圆。若以所归律正常因生圣劫者，是人之多因所应之。沙毗迦罗所归明地成其叛离，弥陀菩提妄是王是之见，是明地一力所得心成所归国，为远圆通，被涅槃成身外道中。这是第一啊，是因所因执啊。如果是其他的注解呀，他是按照这个因所因执的名称呢、啊，就建立这个标题叫做因所因执啊。那么这里第一种这个模式啊，把全文念过一遍之后，我们顺着文字解释，以后就不必这样子念啊，就是念一段讲一段。因为要讲这个适应实境，所以佛在叫当地阿难，叫他一声啊，让他注意一下子。你应当要知道，这个如果要破适应的这个修行的人，就是是善男子。这个善男子就是指发心修行啊，已经破了前面的色、受、想、行四种啊，都已经过来了，好像人穿了五件衫，四件都脱掉了，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件，就是铁蹄汗衫了、就是适应。所以你应当要知道，这个人啊有善根，无论是佛的四众弟子，以善男子来总包含。穷诸行空这一句啊，说明他在前面破行印的时候啊，已经穷尽行印的难关，已经完全空了啊。穷就是尽，诸是行印的实境啊，诸行就是行印实境当中这十种心魔，既然都能够破除啊，都已经空去实境了，现在就行印破除了啊，一世凡缘。这个一世凡缘这一句啊，就是说他已经度过行印，进入破适应的境界，就是最后一关啊。是就是指适应，适应呢、就是第八阿赖耶识为主，包含八识啊。凡是非凡，缘是本源，就是这个人呢、五蕴当中色受想行识以事为本源啊，就是气候来先做主翁的这个第八阿赖耶识，它是根本，以此为本源，现在已经回到原来的本源的地方了，就是说已经行印破除了，就进到破适应的境界，那么现在就已经把适应显现出来了，所以叫做回返到自己适应的本源啊。以灭生灭，生灭指第七识，这前面的行印
行印的这个初期生灭，就前面四印生灭整个都已经去掉了，前三印的初生灭，行印的细生灭通通都已经灭掉了，就是显示它已经破除前面四印啊。而以即灭金秒，金秒为缘，这一句话就是说它四印还没破啊。即灭就是指这个四印啊，这个四印的这个八识啊，它是即灭的境界，就是说它虽然看还有一点点很微细的生灭，可是这个生灭非常细，所以不叫做生灭了，已经是到极灭极尽而没有这个生灭的境界显现了。精妙就是说明这个第八阿赖耶识如果能够把这个识破除之后啊，这个最精细的真如自性，最微妙的真如法身就能够显现，现在还没有未缘，显示啊他对这个第八阿赖耶识啊身影还是存在，还没有破，所以还没有达到这个精妙最圆满的境界啊。那么这个第七识已经去掉了，现在只存下这个第八阿赖耶识啊，这个真金妙明还没有发光啊，他身影因为被身影所盖覆了，所以还不能够圆照啊，因此叫做金妙未圆啊。不过如果能够把这个金妙能够圆的话，它就能够使令己身呢、根格合开。这一句话应当是指适应破除以后的事情哦。很多人误会啊，注解上就认为哦，这是现在试验的境界，错的。如果试验还没有破，就能够跟个活开的话，那他就不必破试验了，因为他已经跟个已经活开了嘛。什么叫做跟个活开呢？根，六根，眼耳鼻舌身意。现在我们都是隔开的，隔是隔碍，例如说眼睛只能看，耳朵只能听，鼻子只能嗅香臭，舌头只能知味道，身体只能感触，意只能知法，隔。他们这个六根呢、完全隔开的啊。现在如果他能够达到金妙缘而破除四蕴的话，他就能够使令自己身体的这个六根的隔碍呀、完全能够合为一个，原来分开的现在能够合为一个，所以叫做合开啊，就是这个六个间隔把它打通了，成为一个，所以六根能够复用，眼不但是能看，也能听，也能嗅，也能尝啊，六根能够复用，这是适应破了以后的境界，应当不是指现在，不是指行印破了之后。如果行印破了之后就有这种境界的话，那也不会退失啊啊。所以我认为这一句话它是说，如果金妙缘的话，就能够使令己身呢、根个活开啊。不过现在啊它有一点超过前面这个破响应之前的这个情况，就是说他现在识应的境界已经显露了，他对于十方诸类通觉，类就是指的十二类身，所以叫做诸类，诸者多也啊。这十二类身所有的觉性，灵明的觉性他都能够通达啊。行应破了之后啊，第七莫那识已经打通了，那么这个是打通之后啊，跟其他众生的觉性啊就能够相通啊，所以叫做意义诸十方诸类通觉。那么也现在他就能够跟十方十二类身的
生生灭灭的灵觉性呢，能够通觉，通就是互通，能够了知其他众生的这个生死本源，觉知通闻，闻是合，他的能觉能知的境界跟其他众生的能觉能知的境界，他能够相通相吻合。相吻合是他自己行印破了之后能与众生的觉性吻合，但是众生是不知道的，众生不知道他的觉性跟某人吻合，这个能吻合的境界是他破行印的人，行印破了他有这个能力啊。比如说某一个人他的灵觉性现在情况怎么样走的哪一条路他都能够明白，所以能入圆圆，能够进入于圆满的本源，这个圆圆呢，圆是表示诸瑞变寒，这个十二瑞身的这个身，这个灵觉性，它周边能够包含，圆表示万法脱迟，众生万法的生起因缘呢，它都能够体会得到，能入。说明他行印破了之后的境界，他能够知道众生的类别，生死情况，他能知道众生的根源，这就是说明啊，他现在破行印而适应现前的情况，但是必定要适应破了之后，才能够己身的根格活开。那么十方诸瑞通觉觉知通闻能入圆圆，这个现在行印破就有这个能力，能知道众生的根源，这是这一类话后边十个内容大致相同，若以所归力真常因深甚觉者，是人这堕因所因之，这就是说明他的错误的这个邪计的执计，他的执着就发生这个问题，他刚刚破行印，适应现前的时候啊，他认为啊不得了啊，这个是就是我们所归的地方嘛，这就是真常嘛，众生所有的真常的因地啊就在这里，所以他就建立把适应建立为真常因，他主要的毛病就在这个例子。这个例子重要，他现在的错误就是在例子不能建立，他不知道他适应还是把他的真如自性盖住的，还没有显现的，他把这个适应呢还有一层壳，他就认为就是正常因，尤其因此而生其圣洁殊胜的见解，他这个殊胜的见解就是他的主观，他认为一定就是这样子啊，没有错啦，我们一些众生轮回生死根源就是一看就知道这个适应呢当地就是正常啊，所以他建立这个真适应当地以为正常的这个因啊，所以由此升起圣洁指定他这种看法，认为一定是这样啊，世人在堕因所因之，这个人呢就堕落在把这个不是真常因建立真常因的这个错误的执着，因所因之第一个因就是前面的真常因由他这样分别有能说真常因是能生一切法我一切法是由这个正常因缘升起来我知道了，应当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他升起这种因能因所因的这个执着，以是因认为是正常建立这个正常升起这个圣洁，这就是错误力圣洁，这是他的根本邪计的执着的这个根源那么因此啊沙毗迦罗所归名地成其伴侣，这是指跟外道相同，不是成为名地说他跟这个沙毗迦罗所建立的名地跟他可以说是同伴了，跟他差不多了沙毗迦罗有些地方翻作杰毕罗这个在第一卷里面就说过的
这是建立明帝的这个开祖，外道建立明帝的开祖，叫做沙毗迦罗。沙毗迦罗印度话翻成中国话叫做黄发，黄发，他的头发是金黄色，所以也叫做金头，金头啊。这个黄发外道，金头外道啊，他呀定功很高，能知道八万劫内的事情，往前推算八万劫内的事情他都知道啊，八万劫外他就不知道了。因此建立这个八万劫外不知道的事情，就是明然不觉，他认为那就是真理，所以叫做明帝。从此升起二十五法，所以前面讲过这个二十五明帝。这个二十五明帝的这个名词啊，在本经前面已经说过两次，刚刚前面讲行印的时候，行印的第三经就有讲到这个神魔，神魔就是明帝，二十五明帝那边已经讲过。最早在第二卷经文的第二卷呢，这个十番显见的时候啊，那十番显见的时候啊，当时第五次显见，在第五次显见的时候啊，那个文字里面有一段说居舍离等昧为明帝啊，第二卷啊，十番显见的第五番啊，居舍离等昧为明帝，那就是第一次出现这个明帝的名称。所以呢很早啊就已经说过这个明帝的名称了，所以在本经里面老早就说过啊，居舍离是外道的名字啊，它叫做莫切离居舍离啊，他所讲的跟这个沙毗迦罗的明帝是相同的，同样是属于数论，就是六大学派之一啊，六大这个六十外道之一呢啊，他建立这个明帝啊。现在破诗印的人把诗印建立成为真常，看作真常音啊，那么由此由这个诗印真常啊显出其他诸法，那么他这个看法就变成跟这个沙毗迦罗所归所依的明帝的说法呀差不多要相同了，只是说跟他要差不多相同并不是变成明帝啊，跟他不是完全一样，只是有相同的情况，所以成其伴侣，跟他同伴了啊，就是变成兄弟了啊，彼此差不多了啊。如果是这样子啊，那很可惜，弥陀菩提王室之见已经迷失，要求成佛要成无上菩提的这个目标啊已经迷失了啊，由这个执迹啊，立真常因的执迹生圣劫，由此就弥陀菩提了啊，正知正见整个忘失了，王室没有了，消灭了，把这个正知正见整个消灭掉，可怕呀啊。说修学佛法，这就修佛法成外道，啊，修佛法成外道，王室之见啊，这是失去本来要成佛的目标，由此建立这种的外道的见解啊，这个福报享定之后，将来要堕落啊，所以使民第一，立所得心，成所归国，这在十印里面十种境界是第一啊。第一个建立所得的心哦，以前还没有破行印之前不知道适应情况，现在行印一破了，知道适应情况，认为这个适应就是我所得的境界啊，是建立这个所得之心啊，认为这个适应就是正常因，就是可以归向的，所以成所归国啊。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违远圆通啊，被涅槃成身外道中，违背本来要修啊二十五圆通或者是啊耳根圆通的这个目标啊，越来越远了，得不到圆通了，而且到究竟涅槃的这个究竟佛果的涅槃成啊，已经相违背了。涅槃就是不生不灭的究竟理性的这个佛果啊，指佛的果地啊。
本来想要成佛啊，结果呢，现在这个邪见一起呀、啊，就堕落了啊，就背离了本有的涅槃城啊，背离涅槃城啊，就生在这个外道中啊，就变成外道啊，所以这就是修佛法一不小心啊，就是由此而成为外道，这是实在非常可惜的事情。这是第一种，就是跟这个外道的名利呀、啊，已经相接近啊、所以啊、以名利为同类啊、所以成为外道了。这是第一。第二啊，是能非能执，能非能执。我们念一段，讲一段啊。阿难，又善男子，穷诸行空，一灭生灭，而以极灭精妙为缘。这个跟前文相同，不必再解释。就是说，他已经破行印，可是施印现前呢，还没有圆满。下面就说明他现在所起的这个错误的见解啊。若以所归烂为自体，尽虚空界十二类内所有众生，皆我身中一类流出，深甚觉者，使人得到得到能非能知。这是他的邪见啊，升起这种的执着，就发生这种邪见，就会跟外道相同。若假定，不一定的。假如你在修行的时候啊，破行印之后破施印，你要破施印没有好好的去下功夫，结果认为这个施印是可以归向的，烂为次体，烂看作认，认为自体，我认他为自体啊，认施印为自体，或者是取施印为自体，自体就是我啊。这个时候啊，他取一个邪见，施印就是我，我就是施印，施印当体就在我这边，我就是施印。那么因此我呀，尽虚空界十二类内所有众生，见我身中一类流出，甚至这种邪见，他看作施啊为一切法的本源啊。现在世出世间一切诸法都是从这个施印流出去的，所以尽虚空界的十二类，十二类就是前面讲的十二类生，这个十二类生之内，所有一切众生，通通都是从我这个身中同一类流出去的，这种的想法，他这个我啊，就看作这个施印了，就以施印为我了，我现在行印一破，施印显现，这个施印就是我嘛。我就是施印，那么这个施印能生一切法啊，那么这个十二类生呢，通通都是从我这个施印里流出去的啊，是同一类啊。虽然有十二类，现在是从我这一类当中流出这十二类生啊，流啊是流长，从我这边流长流出去啊，流出去由这个十二类生。脑筋要放灵活一点了，现在哈，现在这个人的想法呀，就是把这个施印看作自己，施印就是我，那么这个施印就是一切法的本源，那么这个世出世间一切法都是从我这个施印里面流出去的啊，通通都是我这里流出去的，但我就是最大，我是最第一啊，生圣劫，生起这种俗圣的见解，认为我就是施印，施印就是能生一切法，这世出世间一切法都是从我这里流出去的。如果生起这种邪见的话，世人之道能非能知，我们别说是施印呐、生印也还不动啊，当然就不会了解这个事情。毕竟要前世印都破了之后，施印现前，他会突然之间升起这种邪见啊，这种邪见一生就是会堕落在能非能知。什么叫做能非能知啊？他认为施印能生一切法，能吗？不能，不是这样子，
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子，所以叫做非能。他认为能生一切法，实际上非能，他这个执着是错误的，所以叫做能非能执。他认为能生一切法，实际上并不是啊，并非能，是并不能生一切法。生一切法呢，不是是啊，现在他误会了，是吧？把是看作能生一切法，所以叫做能非能执。他取了这种邪见啊，啊，会跟谁相同啊？摩西手罗现无边身，成娶伴侣，他会跟摩西手罗先相同，只是说他的见解跟他接近啊，不是说他成为是摩西手罗先。摩西手罗是无就是十界天的十九境天，十界天第四层最高的那一层天，十界天最高的那一层天的天王叫做摩西手罗，翻成中国话叫做大自在啊。这里面有一个问题，等到后面第三再说。这个大自在天呢、啊，按照这个经论里面所说哈、哦，大自在天的样子长得什么样子啊？大自在天呢、啊，它有三个眼睛，啊，书上写三目八臂啊，三个眼睛。除掉我们平常这两个眼睛之外，这个二头中间呢、啊，在中间这里有一个眼睛，三目，三个眼睛，它有八个手臂棒。我们人只有两个手啊，他一边有四个手，这里一边一排有四个手，这边有四个手，八个手，每个手都执一种的法器，他骑白牛，骑着一个白牛，手里主要的手拿一只这个白拂，拂尘呐，拿一只拂尘这个白的，这个摩西手罗天呢、啊，他就是认为。一切众生是他生的，啊，下文接着现无边身哈、啊，不是说摩西所罗自己能现无量无边的身体，不是的，他这个无边身是说这个指一切众生，他认为一切众生的身体呀、啊，都是从他的身体生出来的。印度人一向就有这种的错误见解。佛没有出现之前，他们都有这种想法，都认为人是摩西所罗天生下来的，啊，摩西所罗天是一切人的种族，他把这个就是一因生多果啊，啊，摩西所罗天是一个因，生下很多很多众生的果，啊，无量众生、无量万物乃至一报正报一切，他认为都是摩西所罗天生的，所以叫做现无边身。这个无边身并不是说摩西所罗天现出无量无边身体来，不是这样的，而是说他看作一切众生呢、啊，都是他身上所现出来的。他看着我们大家通通是他生的，啊，这么一种怪想法，啊，所以。他这种想法呀，跟现在这个人想破适应而还没有破，就认适应以为能生一切法，认一切法一正二报一切法都是适应生的，我就是适应，那么因此他这个我呀，就跟摩西所罗天相同了，看一切众生都是他生的了，成娶伴侣。就跟这个摩西所罗天是相同的情况，同伴为侣啊，可以说他的见解接近于摩西所罗天的见解啊，这种的见解呀不好，根本不可能，事实不是如此。他升起这种的错误见解呀，就是迷惑菩提呀，妄视之见啊。这种的邪见一生，就是迷失了本来想要成无上菩提的这个见解啊，想要成佛的目标啊，整个就消失了。这个正知正见也整个消灭了啊，是名第二利能为心啊，
成人治国，这是在十诫当中排在第二，前面讲的第一啦，这是第二。第二建立人为心，就是能生一切法的心，认为我的事就是能生一切法的心，这个心就指这个事业啊，成人治国，我能成就世间一切事，都是我能生，通通都是我生下来的结果啊。有了我，一切所有的万法由此都生起来了，生起这种的邪见，那么这种的见解跟摩西陀罗天的想法就完全一样了啊。唯愿圆通，被涅槃成，这跟前面相同。生大漫天，我变圆种。大漫天呢、啊，就是指的摩西陀罗天。摩西陀罗天的慢，这个傲慢不是够高了吗？所以是大慢。这个大慢就是摩西陀罗天。摩西陀罗天的慢心实在太高了，太严重了。他认为他能生一切，他怎么能生啊？实际上并不如此啊。这个世界宗教家这一类的看法还不止他一个，不过这个印度最古老的这个外道认为摩西陀罗天能生一切法，这个带大傲慢的这个情况就是摩西陀罗这个叫做我变圆种。我指这个是要破世印的人呢、啊，发生这种的我见，跟这个摩西陀罗天相同的见解，认为他能够周遍一切，原生一切，为一切万法的种子，所以叫做我变圆种。他自己认为我遍于一切，我能生一切，一切法都是由我这里生出去的，一切法都是由我这里表达出来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没有我的思，这些法都没有那就跟这个摩西陀罗天相同认为摩西陀罗天生一切法，如果没有摩西陀罗天，一切法都不会生，那么能生一切法就是由这个摩西陀罗天，这是印度古代的这种的错误的邪见的见解的外道。现在想破世印的人修到这里身受想行世印都破了，要破世印发生这种邪见就变成外道，这非常非常可怕如果发生这种的见解呀，实际上并不可能但是他这个修行功夫福报很大，会享受他的福报，等到他的福报享尽了，他还是要堕落，因为他的烦恼并没有除所以应当要知道前面破色受想行只是福祸，福祸祸就是烦恼，把烦恼种子暂时扶住，不升级现行而已。万一一升级错误的见解，整个烦恼种子又升起来又发生了。所以如果没有断惑，生死不能了如果是破五蕴的这个旅程的次序来看，必定要到破世印，试验破除之后才能够真正断烦恼那个时候才能够消除烦恼种子所以行验之前都是扶而已，暂时扶住所以如果试验升起这种邪见，那这个烦恼就升起来了，是非常可怕。所以这是第二第一跟第二的不同地方第一认为是也是本源，但是他看作是正常因，他只是建立正常而已，没有认为我能生一切，他还没有到这种境界。就是这个不同地方要用脑筋去注意在不同的地方，他是刚刚开，刚刚行印破了，适应刚打开来，刚看到这个适应，
刚看到是印的时候啊，他就认为哦，就是这样，啊，这就是正常，这个试运就是正常。第一是这样，第二啊，进一步更严重了。进一步是什么呢？进一步啊，我这个师啊就能生万法，万法就是从我这个师生。第一、第二不同的地方就在这里。又善男子，穷住行空，以灭生灭，而以极灭精妙为缘。这是说明他心印已破，而适应刚刚显现，但是这个适应的精妙还不到圆满的境界，就是他还没有破适应。下面就是说他升起了邪计的执着，由此落于外道。若以所归，有所归依，至于身心从彼流出，十方虚空闲其身其，即以都其所闲流地，作真常生无生灭劫，在生灭中早即常住，既或不生，亦迷生灭，安住沉迷生圣劫者，世人之多常非常知，即自在天成其伴侣。这一段呢、是属于第三段。第三段他这个行印破了之后啊，要破适印，可是他一见到适印显现的这个境界，他就升起一种错误的见解。若假定这个人如果他对于所归的就是指这个适应啊，以为行应已破呢，啊，以适应为他所归的地方啊，认为哎，这个适应啊正是我所要归途依靠的地方呢，有所归依。他觉得前面行应已破，现在啊就是适应现前，觉得这个事正是我所归头的，是我所依靠的啊，自己就怀疑，哎，我这个身体，我这个心理作用啊，就是从这个适应啊流露出来的嘛，彼只适应啊。他现在啊行印破了之后，适应现前呢、啊，他生了一个错误的见解，认为，哎，我现在我这个身体，我的身心一切，就是从这个适应里面流露出来的吗？前面第二啊，把适应烂为自己，认为自己，取为自己，现在这里第三呢、啊，把适应看作这个正常的本体啊，我是有生灭的非常啊，认为我这个身体，我这个心理作用，乃至世间一切万法，都是从这个实验里面流露出来的。现在他脱节了，怎么脱节？跟实验脱开，心里的想法呀，跟实验脱开，认为实验是一切法的正常。那我一切都是从这个适应里流露出来，不但是我，十方虚空闲即生起，尽十方尽虚空所有依报正报一切万法，通通都是适应生起来的，闲就是接long zone，这些十方虚空一切万法通通都是适应生起来的，即都其身所旋流地，做真常生无生灭劫，就在这个都能升起一切法的这个适应，都能升起一切法的这个适应，旋常流露出来的地方，即都其所旋流地，就是指适应，指适应，这个适应它能够生出一切万法。
医保、政保、山河大地、宇宙万有，通通都是适应身体来。那么这个适应就是正常，看适应为正常的身体、正常的本体，认为适应没有生灭，做这种的解释，在生灭中早即常住。它是虽然在这个一切万法是生生灭灭，可是这个适应是不生灭的，升起这种的邪见，在一切万法生生灭灭当中，他老早就直接认为这个适应是常住的，是不生灭的，因此他呀发生这个错误的见解，既惑不生，亦迷生灭。既然迷惑这个把适应看作不生灭的东西，实际上适应还可以破啊，适应破了，适应不就灭了吗？适应灭了，真如自性才能显现出来吗？可是他现在把适应看作常住，那是迷惑适应即为不生不灭的东西，那么因此也迷这个一切生灭法，以为是从这个适应里升起来的这个错误，所以一迷生灭，同时也迷着一切法也是从这个适应里生灭出来的，这是一种错误啊，本来并不是如此。他这个安住沉迷生圣解，安在这种认为适应就是常住，沉迷于这种的错误的见解，升起圣解，他这个圣解就是认为就是如此，他固执认为一定就是这样子，不能改变，所以升起这种的圣解。他升起这种的错误俗圣见解，认为是如此的话，世人之道常非常之，这个人由此就堕落在常与非常的执着，认为适应是常住常的，而一切法从适应流露出来是无常的，所以本来不是常住而执以为常住，所以叫做常非常之，那么他这个情况啊，既自在天成去伴侣，这个自在天我们现在顺着文字先解释，然后再来说明住家的问题，这个自在天应当就是指前面的摩须娑罗天，因为在古注里面呢有显明的例子，认为这就是这个摩须娑罗天，最早的古注啊就是属于这个资中跟这个长随，资中弘忍禅师跟长随紫玄禅师，法师，他们这两位的注解都认为这个自在天呢，就是前面的大自在，认为这个自在天就是前面的大自在，他这个认为呀，是有道理的，所以他这个注解里面这样写，自在天与前不别，他说这里的自在天呢，跟前面的摩须娑罗天没有个别，是相同的，这是第一段说到。第二段又说自在天即娑罗也，他在第二段的注解里面说，就是连着这个文字连下来，后边有一段又解释说自在天即娑罗也，他说这个这里所说的自在天呢，就是前面所说的摩须娑罗天，前即他从我生，今之我从他起，道理很分明。他说前面第二啊的直记啊，是认为啊我能生一切，他指万法，这个我就是我的适应，这一切万法都是从我适应里生起来，他这个第二的我就是适应，跟适应打成一片，现在呢跟适应分开，第三跟适应分开，怎么分开呢？今之我从他起，现在第三的执着啊，我这个身体身心从他适应生起来，我这个身体我这个心理作用乃世间一切万法都是从适应生起来，
我从他起，啊，故人即自在也，因此之故叫做啊，他直即以自在天成其伴侣。这是应当是最正确的注解，啊，知中弘忍禅师是唐朝人，唐朝末，啊，他最早注解的《楞严经》，他对于这一段就是这样解释。后来宋朝的长水子玄禅师注解这个《楞严经》译书注经，就是《楞严经》译书，译书里面他承接知中的说法，他认为这样对，所以长水之中的说法完全是认为这里所说的自在天就是前面的摩西主罗天，是同一个人，只是执着的方式不同啊。前面的执着是我就是是啊，我就是摩西主罗一样啊，能生一切，这里是说是另外，是好像自在天，我这个身体身心好像是一切万法都是生有生灭的，所以现在这里是跟我分开，分成两个啊，所以这个自在天还是前面的摩西主罗。因此啊，我们看近代的注解啊，我常说最普遍的就是圆印法师的讲义。圆印法师的讲义这一段他怎么说呢？各位有圆印法师的讲义的话，你现在先把笔记记起来，回去再查。啊，圆印法师讲义的第1510页，现在普通一般流通本啊，啊，卷数第24卷的最后一行的注解，跟1511的第一行注解，这两行注解最近啊，台中联社又印出这个新的一种本子。台中联社印出的所谓新的本子是最旧的，怎么说呢？他是把上海民国40年第一次出版的原本呢，把它印出来，啊，那么因此这个页码就不一样了，啊，这个上海的版本呢，它的这个注解的标点呢是没有新标点，而是用圈圈的，是圈在旁边的。现在普通一般流通本呢，是从台湾民国60年的印的这个，把这个标点点在注解的中间，啊，注解有新标点，新标点点在注解的中间的，啊，所以因此页码不一样。如果是现在一般流通本啊，这个标点点在注解中间的那一种本子，页码大致是在1510、1511这个页码。如果是现在台中联社刚印出来的民国40年辛卯年的版本呢，那是上海原版啊，那个页码呀就是1244啊，1244的最后一行跟1245的最前一行。他这个注解里面怎么写呢？我念给各位听啊，他注解上就是这个1510页的最后一行这样写。即自在天，即欲界顶蒙王天，这是第一个错误啊。他把这个自在天看作欲界第六天的他法自在天的蒙王天，他把这个自在看作蒙王，错的啊。蒙王并没有在印度啊成为一般人所崇拜的这个天神的这个现象啊。所以他这个迷是迷在哪里呢？他迷在法华经。因为法华经啊，自在天跟大自在天是分清楚的，像观世音菩萨32应啊，应以自在天身得度者，即现自在天身而为说法，应以大自在天身得度者，即现大自在天身而为说法啊。而前面续问有自在天大自在天，他就迷在这里。因为法华经是自在天跟大自在天呢分得很清楚，而自在天是指的欲界的他法自在天，它只是指欲界的他法自在天，不是指魔王啊。而大自在天是指的色究竟天，色界四禅天的色究竟天，就是最高的那个摩西主罗天。所以法华经的大自在天是指的摩西主罗天，法华经的自在天是指欲界第六他法自在天。
他只是指天不指魔，他就迷在这里。而其他的经论啊不是这样写，其他的经论往往哈、啊、把大自在的大字略掉，直说自在啊，把大字略掉，直说自在啊，所以就发生这种情况，会被误认以为是欲界的他法自在天。我们这怎么知道这里不是指的欲界的他法自在天呢？看下文啊，这个即欲界的欲界的魔王天，这是错误，不是欲界的魔王天，应当就是前面的大自在摩西陀罗天啊。接下去他的注解这样写：涅盘经迦赞元说，一切众生虽是自在天作啊，这几句话呀是引证涅盘经。引证涅盘经用这种写法也不对，因为涅盘经下面那个迦赞元呐、啊，佛弟子啊，释迦牟尼佛的十大弟子当中有一位是叫做摩诃迦赞元。如果你这样子写的话，会被人误会，以为是佛弟子十大弟子之一的迦赞元，那就糟糕了。但佛弟子还讲外道话，这不是成为笑话吗？所以他这个引证是涅盘经迦赞元说根本是错误。我查出涅盘经原本，涅盘经原本不是这样写，涅盘经呢、啊？有南本北本啊，南本涅盘在第十七卷，各位如果有的话你可以去查，南本涅盘在第十七卷，北本涅盘在第十九卷，因为南本只有三十六卷，北本四十卷啊。南本涅盘呢、啊、我现在根据南本，因为我看的是南本，南本涅盘第十七卷里面是这样写的，经由大师名迦罗鸠托迦赞元，他把前面的迦罗鸠托四个字略掉了，这不对，因为这个迦罗鸠托迦赞元呢是外道名字，是六十外道的第五啊。迦罗迦是释迦牟尼佛的迦，罗姓罗的人的姓罗人的罗，鸠是九字旁一个鸟字的鸠，就是鸠摩罗什那个鸠，托是微托的托，迦罗鸠托迦赞元，这个话是外道六师之一的外道迦罗鸠托迦赞元说的。他怎么说啊？接下去的经文他这样写：一切众生虽是自在天之所作，自在天喜，众生安乐；自在天嗔，众生苦恼。一切众生若罪若夫，乃是自在天之所为。这是经文引用外道迦罗鸠托迦赞元说的话啊。现在这个注解讲义里面写涅盘经迦赞元说，因为如果这样子写，很容易被人误会以为佛弟子的迦赞元，而佛弟子的迦赞元还说外道话吗？这不是成为笑话。所以那么现在经文明明写是自在天，那么自在天你怎么知道它一定是摩西陀罗天，而不是魔王天的大自在呢？有证明，看注解啊。涅盘经的注解很多，唐朝有一位道谦法师啊，道是啊无上道的道，道理的道，谦呢、啊、乾罗的谦啊，日字头下面一个精进的进字，那个啊，就乾罗锅的那个乾字啊，是道谦法师。道谦法师就有一部《涅盘经书诗记》，《涅盘经书诗记》，《涅盘经书诗记》里面说，一天外人所记不过二天三仙，他说外道所执记的天主要两种啊，仙有三种，仙且不说，天有两种是哪两种呢？天二者为摩西所罗天、逼牛天。他说天有两种是哪两种？第一是摩西所罗天，第二是逼牛天。现在这里跟逼牛天没有关系，逼牛就是逼是逼啊，这个波斯牛啊，或者是维牛啊。现在这里逼牛天跟这里没有关系，只讲这个摩西所罗天。
那么他这里经这个注解里面明说，前面的自在啊，就是摩西主罗啊。为什么呢？他接着就注解啊，说摩西主罗天则，此云大自在啊。因为经文里面略掉那个大字，所以只写自在。色界顶天啊，它是色界顶的那一整天，就是色究竟天。这是色究竟天的摩西主罗天，不是魔王天啊。把这个送给魔王啊，那实在他也承担不起啊，而接下去他就写明这个摩西主罗天的样子。他说三目八臂，八个臂膀，骑白牛，持白斧，有大威力啊。这是在这个《涅槃经书诗记》里面的这个原文。我根据《涅槃经书诗记》可以知道，他这里的自在天是指的大自在天。他有注解，摩西主罗天写得很清楚啊。所以这里《涅槃经》里面啊的注解写作基于界顶魔王天，大错的错。你把这个帽子送给魔王戴啊，我看魔王吃不消的啊。实际上啊，他是指的色究竟天。在这个注解里面接下去还说，楞伽经图灰外道啊，图灰外道说既自在天为万物因，他这里加上楞伽经三个字，而是执掌家的啊。那图灰外道所崇拜的也不是这个欲界的自在天。怎么知道呢？这个有证明，可以看玄奘三藏法师的《大唐西岳记》。《大唐西岳记》里面呢有说明，《大唐西岳记》第二卷犍陀罗锅，犍陀罗锅里面呢就有说明啊，说那边的异道很多都是供养这个大自在天啊。在后边他这个写得很清楚，说大自在天池啊，土灰外道师所修持啊，土灰外道所崇拜的就是大自在天。所以这个他引证说是楞伽经说土灰外道说是自在天，那个自在天也是大自在天啊，也是摩西主罗天，不是这个欲界的这个他妈自在天。这个也是搞错，因为土灰外道的老师啊，就是属于这个摩西主罗天。《大唐西岳记》第七卷里面写得更清楚啊。他说这个波罗尼斯锅啊，里面有很多外道啊，里面有从事大自在天的啊。他大自在天的这个天池里面呢，涂身于灰的这个涂灰外道啊很多。这个很显明，这个涂灰外道他所从事的是大自在天。所以他这个说是楞伽经图为外道说既自在天为万物因，这个自在天把它看作是欲界顶天，也是错误的，也是大自在天摩西主罗天啊。那么这个讲义这一段抄执掌的，执掌原文就是这样写，自在天即欲界顶魔王天也。接下去说涅槃经加赞言说一切众生悉是自在天作，楞伽经图灰外道即自在天为万物因，这是执掌的原文啊。他把执掌的原文呢只是略掉一个也字而已，其他完全照抄。而执掌的错误从哪里来？执掌是抄灌顶，而灌顶写得很详细，他简略，我一个名词我非把它查出它的根源我不敢写上去。那么这样子抄，他抄这个灌顶，最早说这个话的是灌顶啊，就是清朝初年呢注解楞严经灌顶书的这个虚法大师啊。虚法法师这一段文呢他就发生这种错误啊。他这个灌顶书里面原文是这样的，自在则欲顶自在天也，他就指欲界顶的自在天，但是他没有魔王两个字，魔王两个字是执掌加进去的啊。接下来啊
他就是引用这个法华经说法华开自在大自在，所以我说他的迷失啊，迷在法华经的自在大自在。因为法华经自在天是欲界的，大自在天是色界的，分得很清楚。他认为法华经这样分，其他都是这样分，那简直是错到底啊！他不知道法华经是鸠摩罗什，他翻译的时候分得很清楚，因为他那个地方非分不可。其他的经论对于这个自在天的跟大自在分不分无所谓，他可以用自在两个字简略掉大字，他不了解这点，所以他会发生这个错误啊！所以他接下去说：“今时自在，即是大自在也。”哎，明明说这个今时自在就是大自在，他自己已经说对了，可是接下去又搞错了。他引用《法华经》，法华开自在大自在二天之，今时自在即是大自在也。现在这个自在就是大自在，他自己已经明说了，可是下面又错了。下面他说《涅槃经》迦赞言说，一切众生虽是自在天之所作，一切众生若罪若夫，乃是自在天之所为。那么既然这里明明自己认为是大自在天，为什么前面加上欲顶自在呢？他自己就搞分了，前后文就搞乱了。所以这个楞伽经三个字啊是执掌写加进去的，楞伽经三个字执掌加进去，楞伽经有没有这个说法呀？有，楞伽经是曾说到土灰外道，但是土灰外道引用的也是大自在啊。所以因此之故啊，这些名相在佛经里面没有用脑筋下功夫去好好去考究一下，很容易啊搞分了，搞乱了，搞不清楚究竟这个是指的是谁啊，往往是发生这种错误。所以我今年76岁啊，说看楞严经吗？我20岁听病重法师讲楞严经啊，民国40年这个上海的第一部楞严经讲义出来呀，我就听到一部。我这一部楞严经讲义啊，我带在我身上，没有看完就不曾离开身体，去到哪里带到哪里，全部看完啊。看完之后才暂时收起来，那个时候看就觉得有看没有懂，迷迷糊糊，有的好像懂，有的好像不懂啊。几十年下来呀，里面找出许多问题来啊。刚才找出这个问题，好像这个问题一般是没有什么多大关系，好像我们有求了生死成佛道，好像没有什么关系，管他自在大自在，不能这样说。如果是这样说，那又何必学教，那又何必研究教理？研究教理就要打破砂锅问到底，非把这个目标完全弄清楚不可，这个不能随便啊。教理就是教理，不能随便乱加啊。所以这一段文呢、执掌本身就已经先错啊，讲义不加考虑就把这执掌认为它简单扼要，就把它抄过来，不晓得它的简单扼要就是已经错了啊。灌顶啊，自己已经写对了又弄错了，错了对了，对了错了，搞得这个头昏脑胀。所以应当还是要遵古，还是按照最古的注解，就是资中弘银禅法师的注解跟这个长水止宣法师的注解，认为这个自在就是前面的大自在啊，这是绝对没有错的。不同点呢、啊、这里认为是就是就是真常我是从那个地方流入出来，是把这个破行印之后想破失印的人呢、啊、自己跟失印隔开，问题出在这里啊。他跟失印隔开就把这个失印看成了好像大自在天一样啊，所以即自在天成其伴侣啊。这个既自在天成其伴侣，跟前面的摩诃首罗现无边身成其伴侣是相同的，不过前面是是当时就是我就是是应就是我，
啊，一切从我这里流出。而这里第三呢，是跟试验分开，我是我，试验是试验，两回事啊，彼此没有关系，啊，变成这个样子。所以因此之故啊，必定要好好的多方面观察，所有的楞严经注解，从现在万字虚上里面所有的，并这个流通本能够请得到的，我都看过，啊。近代的注解，别说是近，就是清朝初年的注解当中啊，有很多，啊，有一部注解遵从古注的，清朝初年有一位天台家林耀法师，林耀法师注一部《楞严经》的解释啊，叫做《观心定解》。他这部注解里面呢，他讲到这里呀，他对于这个自在啊，就是引用这个资宗跟常随的解释，啊，他是尊重古人，啊，不会跟这个灌顶跟长执掌去跑，啊，这是很了不起，啊。那么这里说明啊，我并不是有意要编播老前辈的这个著作。而是这个在文字上解释上的错误啊，不能不指出来，不指出来是永久错下去，我看魔王也会吃不消，啊，魔王我并不是希望他感谢我，啊，而是说这个不是他的事情，我们把这个事情归给他，这是不合法的，不合理的，啊，如果是要告的话，也要输他的，啊。所以这个地自在天成即办理，就跟前面的摩诃九罗天相同啊，就是大自在，不是欲界顶的自在啊。这里是事跟我分开，看事就是等于大自在，所以事是常的，我们一切是无常的，所以叫做常非常事。弥佛菩提妄思之见，如果落入这种的情况，就把本有讲要求成佛的无上菩提已经迷失了，啊，把这个正知正见整个忘掉了，没有了，啊，王室是消除了，没有了，没有正知正见，有正知正见就不会起这种的啊邪见啊。是名第三力因一心成忘记国，这是属于试验实境当中的第三。建立以常住因为所依的心，把这个事建立起认为是常住之因而为我所依啊，我的心依靠它啊，是从这个地方生出来，成这个忘记之国啊，成就希望执迹的结果，实际上并不如此，所以就是成忘记国，唯愿圆通被涅槃成生导圆种，倒过来啊。本来是事跟我并没有分开，现在他分开来倒过来，事是正常，我是无常啊，这是一种颠倒，所以叫做虽在圆中，在哪里求了解，结果是颠倒的，所以叫做倒圆种，这是第三啊，刚好讲了第三，我本来的计划呀，第三也是一节课，因为要讲他这个里面的问题，所以要花一点时间。那么这个试验十种境界当中啊，讲了三种啊，四五六以下，我们留下次再讲啊，下课。